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。今天秋风要为大家带来这一款游戏哦，《Terraneer 伊始之地》啊，就是一款提倡环保的游戏哈。我们就是要利用现在你看到这些高科技物品，把一些荒漠的土地变成绿色的大地。这一款游戏的定价稍微高了一点点，因为它会帮你捐8%的所得给南非保育组织哦。嗯，好，你们有兴趣的话就自己支持一下。我们先来玩游戏喽。开场呢就是一根树叶，这里的大地失去生机了嘛，那个最后一片树叶都掉了。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。哎，这里有一个感觉很像是神秘的机器，半字广告宣传单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啦，干嘛这样乱猜，我们就看好了。看来是一本书哦，迪士尼童话故事哦。这本书是将环境从荒地恢复成繁荣生态的，经过复杂的指南，祝你一路顺风哦。总之就看完这一本书，我就可以变得比较厉害，是不是？哦，你有众多做法什么？我要打造漂亮的，寻求要放松的有策略的玩家，建议不是第一次的玩家，我应该是生态工程师吧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起始资源不一样，建筑比例百分比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哦，正常来讲就是这个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正常的了。好了，操控室。滑鼠可以在边缘可以移动，好了好了，下一个，我直接按叉叉吗？直接按叉叉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对，你也可以用滑鼠中键来平移，好，你也可以用 WDC 哦，这个比较习惯嘛，对不对？滑鼠滚轮放大缩小哦，好了，结束了。任何的或什么荒地再生计划都从风力发电开始，选取一台风力发电机哦，插在这里啊，我只能插在这而已啊。插在石头上有没有？有，轰了哦！清理土地，有了电力之后，你就能清理土壤了。那尽可能在离风力发电机最远的地方放置四个毒素洗涤机，放置四个哎、欸，毒素洗涤一二，我们的毒素三四，放在最远的地方就可以洗涤最多的土壤嘛。某些建筑物可以用 R 旋转，试着灌溉看看。灌溉机放在旁边这里好了。灌溉机试着用 R 旋转，它还有指定我要盖在哪里哦。哦哦哦，它叫我盖在这里，我就先盖在这一个，可以，两个。哦，它灌溉的还有方向，哎，三个，好了。若你不确定的话，用手册。进一步步骤好，达成30%的目标值，30%，我感觉快要到了、啊，现在可以再插了，是不是？再插风力发电机，再插一下土壤进化，这边的土壤就进化了嘛。我现在有很多树叶啊，所以我随便乱搞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这样，这里不行，这里还可以。哎咻，所以我要插在这里，为了让这些土地全部100%的进化，这里，好，这一格好了，帮你进化土地，再进化一下，这里好像这几格感觉有点浪费，没有新增多少空间出来，转一下，转个位置有没有？好了，在这里帮你按下去哦，灌溉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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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有咯，大草坪，有这里更大面了，开始了。哎、欸，我为了那几趴，我竟然用了这么多，盖了这么多风力发电机，会不会太浪费了？为了这几趴有没有小小的空间？所以我应该是要尽可能的拓展出去，对不对？这样比较不会浪费。好，继续的灌溉哦。这个转我转我转我转，我觉得转这个好像比较好。感觉比较多的可以利用，有没有？这里好不好？在这里哦，灌溉，它一定要先土壤进化之后，肥沃的土壤才可以长出东西来。那我这边一定要盖的哦。那这里的这边原本的有的，它灌溉不出来，是不是？
有这种事情哦，前后还是有差的哎。好啦，我差一点点就有了，我尽可能的。那我的风力发电机哎，可以盖远一点的地方哎。那这样子感觉比较划算哦。哦呦哦呦，有了，是什么水泵？抽干哎，填满干壳的河床，净化什么水能能净化河岸，海拔越高范围越大。哦耶，所以我可以在这里盖我们的水泵，净化出去了，超爽的。那这里能吗？哦、不行不行，这里这一格也不行哦，没电是不是？这我以为这一格有机会的说，那不然这里哦，这里真的没电，不然在这里帮你插一个电力好不好？这里净化一下，净化一下土壤，对，就在这里净化。在这旁边再插一个水泵，哦哟，这里的水可以流得比较远了啊，这里了，这里了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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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哦，流出去了，流出去了，哟，很不错哎，然后再多盖，我应该把这里也插一根，这里的土地也净化一下好了，这里应该全部都净化过了吧？好，就先这样。插在这里，那这里全部都 OK 了，没有办法全部都进去，真的有点可惜。好了，我把这里也灌溉下去，耶、yeah, ，又有一个了，新的东西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钙化器，是附近绿色植物产生结晶，形成岩石。哦，有钙化器之后，我就可以在上面插风力发电机了啦，像是这附近。没有办法插风力发电机嘛，哦，所以我就要在这边用一个钙化器，这里就有一些岩石，就可以插上我的风力发电机，哦，插在这里就有风了，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把这边的土壤都清除掉，是不是？让它可以长草，耶耶耶，在这里盖一个灌溉，这样子延伸过来。好像不错哦，直接在这里好了，在这里灌溉啦，灌溉下去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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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这边的土地我也弄得差不多嘞。哟，又有新的了，100挖掘机，制造新的河床，但会污染隔壁的土地。哦，有新河床嘞。如果我要制造新河床，我是不是要有电力啊？这里哦，这里可以。太空炮有没有打进去？金河床 ，boom！ 哇哦，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那这里的土地被污染掉了，可以重新。对啊，我有时候都想说，它能不能重新？哦，哎呦，哦，还可以，不要这样搞哦，不要这样搞，重来一遍。那我应该要先插这个风力发电，在这边打进去，这样子好像。比较不会污染，对不对？打完之后有河流流进来，已经流不到这里来了。这样子应该算可以了吧？我还是把这些边边角角处理干净好了。边边角角还是要处理的。我是不是快没钱了？在我一阵挥霍之下，资源即将不足。卖安呢，太挥霍了。这里帮你在这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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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灌溉。欸、我为了把这几格都灌溉好，资源感觉没有很有效的利用、欸、对不对？好啦，我在这边好了，先大范围瞄准一下，之后再增加一些小空地啊，那些现在补不到的就先放弃啊。嘟嘟嘟嘟，哈哈哈，100了，下一章节开始嘞，温带章节。哦，生态群三个，动物六个，气候七个。要让你的生态茁壮，要注意气候了。哦，好哦。第二章节来了，这边有水根栽培、蜂窝，还有什么？什么150个凡波斯图，就是这个就对了。凡波斯，先盖这个再说啊。这里能盖吗？看一下哦。建造时必须靠近水位低压低的区域，我把这一个直接替换掉好了啦，这个加湿的灯，
嘟嘟嘟嘟嘟，这一块变湿地了，那我加一个蜂窝在这一棵树上。哎，有了，有蜂窝，这里就变高级了，有没有？太阳放大器，聚焦，控制灵火，还可以这样子哦。太阳放大器，能在什么？这里都没东西啊。重点是我这里都没东西啊。先切换回来，把这里的土地先净化好了。这里没东西啊。我把这里弄为沼泽区，因为这里没有水，想让你直接填水，有没有？感觉很棒。灰烬解锁，我这边是不是应该要盖一个蜂窝啊？这样它才会有灰烬吗？附近的控制附近的凡波斯起火、哦，那我这样要按下去吗？无效，在这里起火，目标无效。那这里有效，有效目标。得哦，灰烬来了，会烧到我的东西吗？哦，整个烧光光了。哎，满了！哇、哦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好高级的感觉哦。有灰烬的地方可以盖这个，也可以盖在这里。先盖在这里好了。这个什么东西？植物园哎！利用富含养分的灰烬造林。哟，只能建造在这个的上面。哎，忽然变得超高级。我现在要湿地。再多一点的生态湿地，嘟嘟嘟嘟嘟嘟，要了吗？还要一格哦，就差这么一格，这么刚好哦，你马太会了。我在这里先再进化一下这一块好了，你马太会了。好喽，这里我的湿地就到这里来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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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大片哦。这样有了什么研究中心需要电力？这里可以研究中心盖在这里。哎，研究中心，哦，可以让初级的建物变得更便宜。哦，我已经学会基本知识，要解气候问题了。气候不是问题哦，影响花鸟睡哦，好多东西哦，啊，真的慢慢再来啦。他要我什么？森林中的皲裂要小于。要大于40%是不是？哦，这个要50%，哦，还要80%、90%，开始下雨。哦，理想的湿度，蜂窝灌溉器能促进生长，也会影响气候。理想条件，这个是什么？造雨机，我要盖啊，我要盖。你要让我按呢、啊？好了好了，好好好，你要让我盖啊。钙化器、造雨机要盖在，能盖在哪里？盖在湿地附近是不是？哦，它也要盖在这上面。好啊，就盖在这。有，这里就会下雨了。我这片的土地感觉就超湿的啊。在树上放一些蜂窝，这里要不要？理想环境。好了，我让这一片树林起火，起火之后再盖我们的这个。哎，东西都烧光光了。整片烧过来了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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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那个在这边盖一栋哦，植物园一栋，植物园两栋，大面积，哎呦，它烧的也太狂了，有没有？一路烧过去了，它那个要一路烧到那个有水的地方才会停止哦，所以我这边全部都烧光光，一路烧过来了。哦呦，所以我现在有广阔的森林了。哦呦，真的好大片哦。可是我现在是需要这么多蜂窝吗？我应该是要盖下去之后，旁边有草原才有用，对不对？旁边没草原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树太多了，我比较想要的是一棵树独立在那里，对不对？嗯，像这里都没树啦，啊，不然我这一个。早就到啦，就不用那么辛苦了，有没有？太好笑了！有了，又翻开新页了。现在要建立什么？我的生态系完成了吗？建立生物生命及气候，这是最后一步了。好哦，现在要什么？回收建筑物比例，这个什么？飞艇可以盖在这里。哦，那就先盖在这。我这边已经被。树林占满了，
盖太满了，回收仓，欸，可以回收这些建筑物是不是？欸，好像不错，回收仓，竹，哦，回收仓回收，无人回收载具，而是放在这里。噔，这个又是什么东西？装卸码头，哦，可以把这些都回收回来哦。哦，我已经把这里完工了，要把这东西回收，把东西回收好，前往下一个区域再重来，是不是？哦，那这个嘞，船闸哦，有瀑布的时候要用这个船闸，所以我可以继续用回收仓了哦。这个是不是也要拆掉，也要回收啊？顺着河流的就可以把这些船屋的部分都回收哦，所以我尽可能都要盖在河边呢，这样我才可以把东西都回收回来。哦，那我应该要盖在这里，盖在河边这里，尽可能的把东西回收回来。这里直接能回收的直接这样回收，目前回收比例82%了。哦，我现在这附近的大致都回收了，我就差在这里，这里边没有河流啊，没有河流要回收的话，打一个河道进来，从这边打一个河道到这里面，我才有可能回收这些东西嘛。想不到这些要回收还要这么麻烦，有没有？在这边又盖了两个让船屋可以进来的水坝。可以去把这两个深山野里的东西拆进来了。好了，我这边的都弄完了齁，就差这两个水坝了。那在这里再盖一个，把这两个水坝也拆走，这样我就可以全面回收完成嘛。要撤离了，这里还可以关一个动物观察站，盖在这里。回收完之后，最后一步是将动物引入环境。好，管理者协助你。好，这里，发现物种，我现在要发现物种是不是？切换物种，哦，声呐扫描结果目前都没有发现。好，至少找到三种。好，所以我现在要生物观察员。好，正在扫描这里，灯有没有发现了？前往，再扫描一次，感觉好像有希望啊！已满足部分条件，绿色植物范围，部分条件哦。那这里有吗？那这个是什么？满足至少有了，找到了条件符合的就有生物了。声呐扫描，满足了，青蛙可以了。有了，发现河狸了，有三只动物了。河狸，这里会不会有？有，这里都有河狸。河狸住进来了，我们有三只动物了，终于哦，现在我大概会扫描了哦。既然已经找到三种动物，我们就准备开溜咯，这样子可以离开了吧？走了，出发了，咚，前往下一个地点是不是？这里已经恢复自然生态了，虽然好像没有用得很完美。不过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已经我觉得不错了，走人了。把船也回收走。欣赏一下，看一下我们的努力成果有没有？结束了这个，这边荒地再生结束了。我们还有整颗星球，还有其他的地方要去哦。下次再会，拜拜。